这里怎么多了一座军营？见鬼了吗？原来没有吗？那当然，蜀山是神人交界的仙山，怎么会有这种俗物？啊？干嘛？你见鬼了、啊？你看那旗帜上面有一个问字，怎么是你家的吗？一定是哥哥，哥哥带兵来抓我了。有什么了不起？别怕，有我呢。哎，你少充英雄了，你没见过战争，不知道厉害。那你怎样英雄了得？被数十上百人围住，一样是施展不开的。我说啊，我们偷偷溜过去，不让他们看见，或者打倒两个人，换上他们的衣服，如何？也只能这样了。可是，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？不从这丢过去，怎么算蜀山？你是不会御剑飞行你。好，跟他们拼了。为什么要偷溜进去？啊，用飞的不行吗？快走啊！发什么呆？我刚刚看到那个东西飞进营帐了，什么东西啊？就是刚刚那个粉红色的小妖精啊！哎，这个时候还注意这些，快走吧，被他们发现就完蛋了。什么人？啊，完了！别慌，有我呢。啊，在下绿罗山青冷仙的门下，蜀山仙的南宫皇、南宫大仙四爷。你是蜀山派一南野，要去哪里？当然是回蜀山。这种简单问题你都想不到。你身后那个人是什么人？是女人。少废话，让她自己回话。好，那我用拳头回你。啊，打架是不是？真的打架。有东西偷吗？啊，真的有！等下，他们写的问号是怎么一回事？速速解决他们！凤舞，轻轻松松。哼，笨猪，敢对我无礼！要不要剥下他们的衣服，我们穿上？好。哇，叫我播，你动作快点好不好？慢慢吞吞的，万一被其他人发现怎么办？现在倒着急起来，刚刚怎么见你着急？还念念不忘要做那只桃子啊？那边好像有巡逻兵过来了，要不要我去把他打晕？不用打，来不及了。不必啊。你是要乖乖救父，还是过上两招？我这些清兵的本事你是知道。周围营帐里还有30名弓箭手，周边是50名刀斧手，都是当年征北的旧部，你都认识。但进绿庐山，他们是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哥，你不要逼我。这一次我奉旨而来，是志在必得。甚至还带着火炮，如果蜀山敢包庇，即便将蜀山炸为粉末，我也在所不惜。哼，我蜀山怎么会怕你区区大炮？你是什么人？我温家家世岂容于智慧？明明是国事，哥哥就不要以家事遮掩了。哪一个家父兄不希望自己女儿嫁个称心如意？有你们这样苦口相逼的吗？你连爹都骂进去的是不孝。违抗圣旨是不忠，
你这等不忠不孝的孽女，还有什么资格和我强辩？好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我便毁了我容貌，看你们还能把我嫁给谁？别冲动！莫说你毁容，便是你自杀死的，也要把你送去侍卫。国与国定盟岂是儿戏？你此次逃婚已经令朝廷大乱，你还想闹到几时？古时昭君出塞，成为千古佳话。你不能体恤黎民，也当个体恤边关将士年年征战之苦。我不要，我不要做王昭君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都只想到自己？我也想要我自己的幸福啊！哎，怪是怪你不安安分分，守在家里做千金小姐，偏要上战场，又偏偏让侍卫大王看上，而且还偏偏跑到圣州，地线闹到两国人尽皆知，君命不可违，为兄只能得罪了。哎，来人呐！在。好，都是我自己的错，我跟你回去，但是你要放过他。他？他是什么人？他是蜀山门下。好，只要你乖乖跟我回去，我就不再追究蜀山擅长侵犯之罪。你们几个带他下去，严加看管。得罪了，不要碰我，我自己会走。随他去吧。会不会？等我做了王后，等你哪一天做宴的仙人来侍卫，我封你做大将军。你们怎么可以欺负一个弱女子？别乱来！你斗不斗他们的，快回蜀山吧。打下去。文慧，郡主的名讳也是你这草民可以乱叫的。你想怎么样？我答应郡主不再追究蜀山上常侵犯之罪，但可没答应不再追究你拐带郡主、藐视朝廷之罪。来人，将他拿下！超贼的这个人啊！这三个士兵队长是没有睡饱，是不是有黑眼圈呢？什么时候有一个刀的？这是我的刀吗？黄泉路上休要怪我，要怪就怪自己没一长眼睛，偏偏喜欢上郡主。我喜欢他？你已经死定，嘴硬不认又有何用？冤枉啊！我怎么会喜欢他？那种男人婆抱弟女，我已经定亲了，亲家姓王，下月叫过门。冤枉啊！我冤死了。跟我海燕有什么用？等一下跟阎王老子喊去，那你只能怪郡主喜欢上你啊。他喜欢我？不会不会，怎么可能？他你真的有意思，死到临头话也那么多，这条汉子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刀起头落，让你走得痛痛快快。
哎呀，桃石妖怪，谢谢你！果然行善积德是有好处。现在你也救我一命，大家都扯平了。不好，有人来了！哎，出了什么事啊？啊，齐凤跑了。他们逃向山了，快追！是。不好啦，齐凤逃向山了。最好这样藏得住了。我可真聪明，三两下就骗过了。怎样？我学这家伙说话学得像不像？大恩不言谢，我还去救同伴，不陪你的。你也要帮忙。好，那我们一分头去找，是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孩。你知道？太好了，我们看谁先找到，加油。嗯嗯。哎，他刚咬超大力了，咬到都有血了，大家有看到吗？这个刀可以剪吗？不行。哎，小桃子，还是你快。啊，是你，过来救我。我来。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。没有啦，是他先救我的，不然本大仙已经人头落地，驾鹤归西了。啊，真的吗？我就说他好乖好可爱，我们带他走吧。人家也不是什么小猫小狗，说什么带不带，人家是我们救命恩人，你别把他当着玩物看，他是有思想的，是我们的朋友，是不是？桃子，那他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不要管那么多啦，逃命要紧。我已经将他引开了，我们快上山吧。好。啊，终于到蜀山了。不是说他已经把他们引到山下了，怎么比我们上的还快？不知道，别慌，我们先躲起来，看看形势再说。好。请将军稍待，魏差人通报掌门了。哼，蜀上好大的架子，莫非不是朝廷管辖之地，而真的是仙境不成？蜀山却乃神兽人间的福地仙境，自有神界庇佑。想当年南朝梁武帝曾召集无数高僧法师围攻蜀山，最后一旦无功而返。我奉旨捉拿侵犯，凡我大军所到之处，便是王土。休将梁武帝与我朝相提并论，请将军稍安勿躁，耐心等候片刻。蜀山仙人都会法术，一般兵将不是对手。哼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此事我早有准备，山下数门火炮炮口直对蜀山，仙人也是血肉之躯，我就不信能抵挡火炮之威力。蜀山掌门徐长卿，建国将军。武威将军温存，奉旨捉拿侵犯，你敢人等如有违抗，格杀勿论。敢问将军，侵犯何人？将军因何得知此人在蜀山？反复温辉曾在嵊州自称为蜀山派做事，是才在山下被我捉拿，旋即逃脱。我料定他逃上蜀山藏匿。他叫范富，别气，小心被他们发现。我蜀山虽为江湖门派，但门禁森严，外人不得任意出入。断无窝藏侵犯之事，恐怕中间有些误会。我不是蜀山门人。他这时候跟我帮腔啊！哼，但凡窝藏侵犯者，必定敌死不认。
掌门必然是要这么说的，是真是假，一说便知。若将军执意要说，请容我陪同将军四处一观。好，掌门果然爽快。请掌门立即集结全部弟子访客于山门前，各处不得遗留一人，并将弟子门册交予我查验。李虎，你领五十人封锁各处道路，如有人闯关，放响箭为号。因为带两百人各处搜查，不得遗漏。得令。得令。且慢，怎么掌门要出尔反尔了？蜀山乃仙家圣地，岂容你们任意胡为？我刚才替你奉旨办事，答应陪同各处查看，并未答应大军进入，是我蜀山上下如侵犯。掌门说对，时常侵犯者与侵犯同罪，而今之事掌门怒不答应，蜀山难免遭炮火之灾。这堂皇的宫庙、宫殿、庙宇，掌门不可惜，本将军也绝不忍。掌门何必如此固执？我蜀山开派数百年，从未屈服于强权，纵然玉石俱焚，也在所不惜。掌门，传令下去，明宗示警，命全体弟子上门集结。是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休怪我无情。当年梁武帝要攻打的是后山的塔。你是什么人？如何蜀山无干，便速速离开？传令下去，炮轰锁妖塔。得令。掌门，这么强，你是何人，竟敢伤我掌门？哼，孤独，不要轻举妄动，这是他的力量，他死后仍护着你。是非不分，无知之徒攻打蜀山，你竟然帮他们抵挡，多谢相助。蜀山化为灰烬与本座无关，但蜀妖塔若损伤半点，本座必让生灵涂炭。直接把一个军营队给秒掉了。温慧完全不理他以前同生入死的伙伴们。花痴，又是他，好威风。凶难甘脱，色心又起。什么色不色的，别说那么难听。你看人家
才是男人中的男人。可惜啊，人家不是人，是魔。你就在意这个无关紧要的。包将军，何事惊慌？我俩的下山传令，放置半山被看到一道光球从天而降，整个营化为灰烬，全体将士骨肉无存。啊！仅仅是一击之力，将军，刚才清醒，将军亲见，神魔之力，非我凡人能及。何况我手上确实并未隐藏侵犯，将军不必多做干戈了。这个，刚才掌门拼命护你，你就像山下大鹰一样尸骨无存。孤独，将军是聪明的，不用你来提醒。好，蜀山神鬼作乱，大军失守，待我上奏朝廷，再做定夺。马上就怕了。感谢订阅，谢谢陈养志，感谢。撤兵！这种人哈，就是要展示威力在他面前，他才会怕。好耶，他们走了。哎，等等，干嘛？他们走了，我们还撑着干嘛？怎么当作听你隐瞒？你现在出去，他岂不是很没面子？对齁，想不到你偶尔也能想出一两件像样的事吗？那什么话，我可是蜀山的救世主，是做大事的人。这么久没动静，他们应该都走了吧？说不定他死都杀出来了，都大出来了，只是他没有不好意思讲。好，我们回家。这边刚好有一个宝物可以捡，捡一下。好。爹，我回来了。好像没有人，可能出去了。哎，这是有惊无险，多亏贵人相助，真刺激。是啊，哥哥自负英雄了得，被这次一吓好，一定不敢再上蜀山了。那你也不能在蜀山躲一辈子啊。为什么不能？除非你嫁给蜀山的谁谁谁啊。嘿嘿，蜀山什么了不起，我还看不上眼呢。南宫，吓我一跳！你走路没声音的、啊。喂，你不要叫我名，这样子叫我名字好不好？这种阴森恐怖的腔调，好像催魂索命一样。我脖子后面一阵阵的冒着凉气啊。哦，下次注意。什么事？你伤好了？好了，咱们那里速去打通其他地吗？怎么是你来传话、啊？蜀山弟子没人可用吗？掌门让我协助你们，另外又有异变，到处地震上报，蜀山满着应付。哦，有没有人受伤？没。刚刚你在山前说的话，我们都听见了。嗯？你到底想什么？你是朝廷派来的奸细吗？你故意毁我们蜀山是不是？迪士尼乐园，不是那个蜀啊，不是那个蜀。我说的是实话。是哦，实话，你不如直接告诉温策，我和温慧躲在一旁好了。我不知道你们躲在旁边。换句话说，他知道我们躲在旁边的话，他也直接告诉他我们躲在旁边。什么？你的意思说你知道的话，你会跟哥哥告密是不是？不是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我没意思。好了好了，别吵了。元哥，这次就算了。你要是再有一次，休怪我不认你这个朋友。走吧。好。哼。哦，好嘞。
好，这边就先这样子了。这个门怎么打开啊？我来。这好像没有机关的，应该是可以直接推开吧？看我的，我就不信弄不开你。用暴力解决啊！小心。受伤了吗？没有，我自己死叉了力气，胸口有点疼，没事。回去休息吧。可是，恐怕是有机关的，在地面下。恐怕是，这门是上下升降开关的。阿远还是很有眼光的吗？真高兴，他叫阿远啊。去。他夸你啊。闭嘴。什么啊？又有奇怪的说话了。没事，走吧。我说啊，我们还是先回去休息吧，不把身体养好便入险地也是很危险的。哎呀，难得难得，想不到你也会关心我。你少臭美了，我是怕你这样硬撑下去，到时候拖累我。走。爹，我回来了。你可回来了，爹担心死了。怎么不叫温姑娘一起吃饭？他说累了不想吃，要先休息。啊，生病还是受伤了？他没什么伤，只是自己耍脾气，死差了力气。爹，咱们别说他，听说又有地震和山崩，情况如何了？还好，后山的建筑都加固了，还有些小东西毁损，会乱上几天，但没什么大碍。那就好，下一条地脉有个门打不开，明天还找掌门商量对策。真忙啊，臭小子。在爹的面前还要装出大人物的样子，想唬爹啊？要是能唬住爹，在我的面前不就更不会露出马脚了吗？你可要好好照顾温姑娘，别让人家受委屈。听说她还是个郡主呢，是不是？爹，你管人家那么多闲事干什么？什么人家闲事？爹跟你说正经的，温姑娘逃婚出来，一直跟你在一起，她这样也离不开蜀山。爹看你们蛮配的。你要是没意见，爹帮你收去。哎呀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！你上哪去？出去喘口气。什么话？在爹面前喘不过气吗？早点回来啊！放心吧，我会早点回来陪爹说话的。不然爹没人陪，多可怜啊！臭小子，跟爹没大没小的。好，走，这边有个东西。咦，是桃子。这里是你种花的地方。你还真有闲情逸致啊，你不会是妖怪吧？不然一直在蜀山也没人抓你。这是仙兽吗？可惜我听不懂你说什么。你会写字会不会？你要是会写字就好，我们可以说说话。有些话不能跟爹说，爹根本不懂。也不能跟臭球鬼说，他一定会笑我的。爹总说要我娶温慧，烦死了。人家是千金大小姐，根本不会瞧得起我。虽然我从小
没有娘，但是我看过亲爹是怎么在一起的，跟我不一样。我娘那么温婉柔顺，我会却大大咧咧的像男人。我看他好跟臭酒鬼啊倒是一对。你也这么认为？嘿嘿，旭儿就有点像我娘，你没见过旭儿吧？她娇小又可爱，常穿粉红色的衣服。对了，看起来跟你差不多。旭儿平常很温柔，但是关键时刻又很有主意，这一点跟我娘一模一样。可是她神神秘秘的，有时候脾气有点大，我总感觉她有什么难掩的苦衷。哎，她对谁都那么好，也没有特别对我好一点。你说她会喜欢我吗？别安慰我了，你都没见过她呢。再说女人心海底针啊，按道理说喜欢一个人就应该用最好的一面去面对，你可没见过她生气，那可是啊。但也说不定是她为人不做作，在我面前没有刻意掩饰吧。算了算了，除了她自己，谁知道她怎么想，也许她自己也不清楚。对了，说到这，我倒有点奇怪，有时候她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往好处说嘛，也不错，这样我以后与他相处也乐得轻松，但是说不好嘛，总是感觉怪怪的，有点不舒服。干嘛？好了好了，就让他喜欢我吧，你也不用急成这样啊。你这样子真可爱，难怪温慧总是想捉你，连我都想抱一抱。你不会笑我吧？你是问我喜欢谁？我也不知道，跟温慧在一起觉得轻松。大家像兄弟一般，跟旭儿在一起就觉得安心。我也说不清楚，也许两个都喜欢，就看他们谁最喜欢我了。生气气，你气什么？我也想像我爹娘那样十几年矢志不渝啊。但是呢，男人三妻四妾很平常，两个都喜欢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啊。你也是女的吧？女人就是这样，小心眼。哎，干嘛咬我？有毒！你有毒！哎，南宫华，是你吗？你在上面吗？啊，晕倒！没有，我是走温慧的。好结局要走温慧。啊，怎么中毒了？还好，只是普通的蛇虫之毒，吸出来都没事的。要吸多久？快点！啊，你醒了，是你喷我解毒的？小意思，军队中中毒事情很寻常，解毒可是很上场的哦。放心，毒已经吸出来了，药也敷上了，不是特别厉害的毒，过一个晚上就没事的。谢谢。没什么啦，你这样客客气气的，我真不习惯。怎么中毒的？我也不知道，突然被什么咬了一下，一定是地脉影响，蛇虫活动也不正常的，也许吧。那你替我吸毒，真不好意思。这有什么？你不用在意，把我当兄弟看就好。兄弟？怎么可能？女人就是女人，变不成男人的。喂，你怎么了？脸那么红，是不是发烧了？怎么突然变成这样？女人。别过来，南宫皇，你清醒点。笨蛋皇，你等着，我去叫老伯帮忙。你别乱跑，别让别人看见你，要小心。你很难受吗？对不起。旭儿，别丢下我。不是怪物，你清醒了。我一直都是清醒的。他看我这个样子就跑，你为什么不一起跑？我不会，无论你变成什么样，你还是你。旭儿永远不会弃你而去的。好像曾经听过同样的说话。不要让别人看见你的样子，快回家吧。你不嫌弃我？放心，我们是一样的人，旭儿会怜惜你的，也请你珍惜旭儿。你别走。哎，我可以
哇哇哇！爹，皇儿，朕说要去找你呢，你就回来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没事。温姑娘，麻烦你就请咱们过来，切记不要惊动任何人。好。对啊，温慧找人帮忙啊，所以我觉得温慧没有看见他的样子就跑啊，就害怕跑嘛。掌门知道我身世吗？他不会看不起我，他不会不让我继续打通地脉的吧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爹知道，掌门都知道。等你好了，爹全部说给你听。爹，我什么都知道了，我是人和妖生的小孩。人跟妖生的小孩，那就是人妖，妖他妈生的小孩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不许胡说！爹，你别绑我了。在地脉中，我中的血毒回魂，见过自己的爹娘。爹，你告诉我，杀我父母的仇人是谁？哎，我也不知道。那天那妖术呼来去，等你赶到时，你爹娘已身故。不过黄这个名字是你本来的名字，当时你娘还剩最后一口气。这我家长什么样子？那天月色昏暗，一片混乱之中，哪能分辨出什么相貌啊？那我哥哥呢？我有个孪生哥哥，他死了吗？哥哥旁边却守一个婴儿的尸体，和你当时一般大小，可怜啊。为什么那妖会留下我性命？爹也不知道，这些事情爹想了很多年，想不明白。你娘原来是爹的师妹，很乖巧温馨的一个人，怎么突然会跟你爹走了？哦，所以长记喜欢他娘，对不对？这我知道为什么。怎么来了？掌门，你看，不妨事，来。好了好了，上次苏明仙的也是这样把它弄好了，想不到掌门你也会。掌门，你看这是怎么回事？据前代文献记载，武林轮本为吸收妖力为己用的法宝，曾经被一度禁用，可能因为武林轮激发他体内原有的妖力，他才会出现不受控的变身。体内原有的妖力，那有无解决之法？须得入锁妖塔，取得化妖水，化去他身上的妖力。那他不会有事吗？应无大碍。你明日天明后到无极阁找我，我送你入锁妖塔。是。掌门，他不会有危险吗？这锁妖塔，放心吧。十几年前有人进去过，你也是知道的。以目前他们的实力，我想应该无碍。而且门规规定，你我都不得入内。现在只能靠他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了。OK， 掌门，我来了。你也要去？是，多加小心。没关系吧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，大家互相有个照应。这所妖塔乃我蜀山禁地，为灌药炼化妖孽之所，一般弟子甚至不许靠近。蜀山定有规严，凡蜀山弟子一律不得进入所妖塔。你们并非蜀山弟子，因此可以进入，但请千万小心，速去速回，不得逗留。是。塔中妖孽众多，切勿恋战。此时入塔未取化妖水，据说在锁妖塔中部即可获得，一旦取到便速速返回，以免夜长梦多。是，弟子明白。准备好了。老仙佛，先死啊，先死，先进去，做好被动，急。
好，十号塔到了。好，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《仙剑奇侠传三外传问情篇》的游戏剧情内容啦。